一个普通硬币啊，怎么我用手摁住它之后揉一揉，硬币呢就消失了。操、哎！哎，接着啊，不是不是，你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啊！好，这次啊，我从口袋里拿过硬币啊啊！好，你这样，你给摁住，你给摁住。哎，那你摁住来，看好了 啊！你感觉硬币还在不在？在啊！啊，在，看好了 啊！来，再揉一揉，哎，没了，哎，又消失了。仔细看，手上拿硬币瓶盖可以瞬间消失不见，拿一个硬币拿在手上同样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这招太帅了，开始教学。准备一个硬币消失器啊，它这里有条透明的鱼线，然后呢这里有个消音皮包住了一个小的吸铁石，然后接下来呢只要它可以吸出来都可以表演，然后这个时候它会瞬间的收回去。在表演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将它挂在我们的裤子上或者腰带上面就可以开始表演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它拿出来跟观众去展示，它手上呢有一个硬币，那么这个时候只需要遮挡的时候呢松开这两根手指，它就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，非常的帅哦。好，身上也是看不出来的，学会了特别适合来跟朋友跟妹子去玩哦，特别的好玩。左下角呢有同款道具还旋钩哦。